我是瑞博，今天是107年6月30号，东洲站，十点整，所拍摄是3718次，仅有沙仑线靠三化的因为500型区间车，因为500型无接化圈车，4辆一组无接化圈车。因为530彰化技术段编组，3718次既有三人线看我上化的，因为500型彰化技术段编组，因为530彰化技术段编组无接化圈的。关闭车门，准备驶离。哇，4辆一组的无接化500型彰化技术段编组圈的驶离中洲站，因为530。好，谢谢各位看。感谢各位。